这对下就压中间。他像他说的，今天特别深，肯定上手。我们的原则，他说要好多，我们都要满足他的心意。他多一三，也不能讨价还价。现在的不好下刀。对对对，就这样。你刀片都没换，不快了，快了，就这样，就这样，好了，也许好了。那就是不是啊？就我说的是你那个嘛，海头子人五十八了，你现在还包不包那个房子啊？以前，他这边是哪岁啊？说这个幺哎，那是在九岁的时候的。你想那年龙，我们那个时候，是啊，五十岁了。我后头五十大了，我是看着那个是三年了，我是看着那个是三年。海头还二十五了，二十五了，要上去了的。这是八方木，没得感觉吧？你快不快？他说的那个盖一张就好了，他就是说你需要买房子才盖。掰不过来的脚。买的盖是挺好的，那盖还是原先好像，原先在网上还收些啊，现在好像八万了，妈的，好几年了都是吧。哎对，哎你叫啊对对对，就这，你说。干嘛？我都找不起人了。Thank you.
感觉怎么样呀？那就是我的有点痛哈。对，那可是这边。现在没得那种感觉了噻。现在没得那种感觉了噻。是吧？是吧？吃了不会刮骨子嘛？我给他去修。哦，给他去刮骨子。我弟去不去？你弟不去。刮骨子。 刮一下，就刮一下就可以了，等于说翻一下就行了。嗯嗯。这是个专科的医生呢。